那没办法，我们没办法爬那么远。我们从早上八点跑到晚上十二点，你觉得嘞？太 good 了。哦，累死了，冰冻累死了。啊，我说完说，我是狮子的。哥哥，你们很感动。我去了好多站哦。中央号次站。没办法，那个我是花东站比较。现在那都太难进去了。我是刚按的这档的110年。10月4号，然后瑞芳的9:35出发的是214哦。有没有像到树林的 PB 之奖啊？超级感动，到下面干嘛？咱们都要掉米大掉。要搭乘平行线列车的旅客。啊，8:94跑进去了。好了，落下面干嘛？咱们多丢我们那地方片，赶快自己就拿吧。各位旅客您好，要搭乘平行线列车的旅客，请到第3月台搭乘前往金城的区间。8:79是在那边了，这个地方。